儿子，你的奶奶说给你搞个碗框在头上，要不要的？我不要。踢得很远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你可不能动哦，好。就这样子，这样子是吧？啊。好。来来，扶圆圆。就下面写鬼地，这个地上。要我扶着吧？元宝不要动啊。妈妈，这是铁碗吗？是铁碗啊。那就好。那就好。为什么呢？哦，你这是怎么剃的啊？剃一个大圆圈啊，有没有这个技术啊？哎，别动，立正，不动啊，不然这个我就成那个椭圆的了。这一个椭圆就很丑的啦。我喜欢椭圆。你喜欢椭圆啊？那要不给你剃剃个月亮爸爸出来吧？好。要了吧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你最喜欢什么发型，儿子？恐龙蛋发型。恐龙蛋啊？嗯。恐龙蛋的发型很难剃哦，剃一个头上尖尖的蛋。那你剃完发型的最想做的是什么事？拼积木。拼积木啊，好，不要动，妈妈剃完了。你先把那个边周围剃掉，再把碗拿下来。看一下。然后再剃周围呢，再把周围修剪一下。是这么想的。看一下。好烫啊。这5块钱的手艺。慢慢剃的好不好？你觉得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因为鲨鱼。鲨鱼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很凶猛啊。很凶猛啊？嗯。什么东西很凶猛？嗯，这个。哦。妈妈，剃了。别动啊，摔跤的。别动啊，一动这个不好看的了，姐。变成个丑八怪怎么办？都没有小朋友愿意跟你玩耍。看一下你的小睫毛，长得好长哦。哎呦！你不把头发弄到眼睛里面去？这个地方怎么缺一点呢？没有关系。臭宝。